这个屯中给送来的小牦牛啊，送货到门，送货上门啊。4500行不行？4500。我挣不了。天上那个13000，我信我说完没信，就那个。4000也行，也行。谁来要谁要？4000几？150004000几吗？我说我脑袋要死了。24000几？24000几？没告诉你，卖多钱呢？就25000多，没告诉你了。我跟你说话呀，你啊？没要你5800吗？他要是你要说卖价就5800。你得给咱也得给别人留点空间，是不是？咱能不给这玩意儿留空间吗？你不都得卖26000？行去吧，是不是？咱这话题，你不挣点，你不挣点，不挣点，这鸡巴玩意儿，二中问他家那阵儿，行，我先说，我打电话，我在家，在家。是这道理不？是你卖不？看别了吗？你卖就卸了。哎，这东西那他不要就他要，他要他谁要不要？要不就谢不谢，你就该干啥？行，这价差不多了。对，你看这是什么呀？这俩25300。要给你打电话，我就回来看看。啊，这咱俩这个啥？我还不要完了。我跟你说，我这还要要大点，不好意思。这二哥这是他妈让他。我有俩孩子，我不变。这一块是你的一块啊？现在啊，你俩都。这老不用你说，这是老不用他是不是要他呀？那个那头打电话让给送一车有奔连机的，他不要弄那价的，可老挺硬。行啊，这25300行吗？我这样的，看杨凌他们这12，那这给你卸了，12000。你哪院？就这一个。25300呢？这牛，这还走哪呀？近呢，太好了！这离着老公远，别这边，你被他俩死招了，你都不还来呀？看看嘛，这死掏略，不死点掏略都买不来。不卖给你呀？你啥招啊？这大黄高啊，你哥呀？卸车，卸车啊！成交。
归群了啊！这多好啊，自己定来的。干啥呀？怎么